五哦，你万说战块，斗哦，对，什么战斗？就是那个啊，技能的战斗的天赋。侦查员暴击率提高50%，另外一个嘞？所有攻击加10%。攻击力加十，我觉得这我个是还好，选攻击那加十个，趴，我选暴击。我选攻击加，可是你我也就要是换选其攻他击武耶，器耶，你对要啊，选那种有暴击拼再暴加击上，的还才有有用啊。有一把是就是再加上。有啦，我有加暴击的，所以我这把是黑曜石之剑有加暴击，所以还。哦，因为你后因为我面有刚拿打史到，莱姆暴击130，我一想说哇，因为你如果有拿到彩虹那个碎片啊，你就去拿银河剑，银河剑的攻击是60到80。哦，哇，那他大的暴鸡击怎么蛋，样？哇，没有草了，哥哥，哥哥，我去哥哥草，哥哥草，哥哥是欧尼酱的那种。哎，这有浇过哦，这边的水，没，我。哦，你。小雨，你再不上线，古代种子要死光了。等一下，那天丢个线。我去敲个金石好了，不好欸，你知道哦？你知道怎样？那首歌是你唱的吗？我不知道这双马尾，我绑这样也是没差啊。你知道我头发平常就分在两边，看起来不是就已经像是跟绑双马尾？而且我很常绑，我超常绑的，因为可以不用梳头发就把它绑起来，我觉得很方便。很棒。小棒，你知道，连把耳机拿起来都懒。那边可以，到时候右边就不管，到时候就种那个杂草，那个鸡就可以直接外面吃这样子。嗯。就这样，很常绑这样开台。今年夏天收集不到雷了，电池了。我觉得是因为我断线的关系耶。因为我那时候也是狂收集那个啊，砍木头啊，然后就是对啊，断就线。是因为你在收集资源之类，可能就是高双马今天已尾不经行，五十高双趴了又马断尾，线，隔天50%又断对线，之类的。亏。高双马尾没办法绑着开台哦，公，哦。高的双马尾位置高在耳机好吗？你们有没有脑尝袋，试啊？嗯，超凶，你是不是直接想想你们带脑袋那尝试，突然停一下。男生可能不知道，不是对啊，你想啊，一下双马尾那个高度就在那边，而且高的双马尾很麻烦。像博物馆军证呢？哦，我用赤铁就矿。从以前就超常哦，一放空矿，马尾的，一矿，一矿，我敲出三个一矿，咋呢？哦，还三个哦，算呢？才三个，我还蛮巧，还三个。Only 三个。对啊，如果你那个采，因为挖矿有个天赋，就是你敲金子有机会敲到额外的，你敲一个会变两个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你敲到宝那个好东西也那个加倍。我是矿脉加一块矿石，就是你敲了一个铜矿变两个铜矿给你，嗯，对，那个是好东西。我是用那个，可以算盘去。不是啊，高的双马尾麻烦，不是，而且我会绑双马尾，就是因为我不想梳头发。你为什么不剃掉？我之前都很短，我是很久很久，我现在连去剪头发都觉得很懒，所以才留这么长。那就剃掉吧，夏天到了，省我以吹前风头机的钱。哦，吹风机真的是要吹超久，真超神的，奇。我买10万块了。哦，对呢。我旁边是谁？我旁边没有人，这是一个之前做的影。小雨，赶快上线，可以去骷髅岛了。钥匙在你身上，对不对？对，在我身上。好，我直接开了。开。我来了。来人！去骷，去玩喽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去挖矿。我还真的完全没玩过那边。你可以去逛，那边有赌场，有的没的。那边还有他的商店。
不过那边你要九点才能去，因为潘老太太要九点才啊，明天才会那个啊，对呢，明天才能去，亏，明天他才会上班，可恶，我明天才直接把你骗过来了，爽。什么？我旁边没有人，旁边真的没东西啊。你说二十层有什么啊？可是我们现在只能用炸弹炸，对不对？稿子不够力。对，要挖很久。没有金稿，要挖六下以上。要去升一下。安静了。换个铁镐型梦勇了。我去升级喽。所以等一下要带炸弹过去炸而已。你们要用钱，我就买种子，买一买龟，把它买完了。好啊。好。嗯，可是我们现在也做不到什么好的炸弹。我觉得前面的炸弹都很花钱，不是很花钱，很花煤炭。嗯。最喜欢的还是那个。哎、欸，那个不是开了吗？地精不是开了？地精。对啊。矿洞的地精不是开了吗？对啊。直接跟他买炸弹啊。哦，一个1000块。算了。对啊，大炸弹一个1000块。好吧，算了。所以再就是文史。什么？嗯。矮人小工具。就谷物啊，或者是你要送给矮人也可以啊。对啊，我拿去博物馆，可以送给小工。哦，那么巧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去莉亚的房间吗？你要跟他两颗星啊。屁嘞！但是沙巴斯丁人也是要两颗星哦，不好意思。对，你要跟任何人都要两颗星哦，连那个谁马尼的房间也要两颗星哦。对，我是说马尼。对，才能去捡裤子哦。沙漠啦。沙漠不刚开坐公车去啊？要等明天没？要明天啦。车公车开才能去。而且没有怪打，超痛的。嗯 ，super 痛哦。他没有是绿绿的龙，他就跟那个没有说什么蛇夫座之类的。原谅龙。里面会飞的东西都是会穿墙的。对。穿墙的。然后里面的那个木乃伊打，你要用炸弹才炸死。你把它打成灰之后，你要用炸弹把它炸。它有一坨在地上，要把它的灰给炸飞。对，要把它挫骨扬灰才行。灰飞烟灭，好麻烦的。不过里面很好玩啊，都可以炸到神器。真的，那也很赚。嗯，虽然一趟需要500块。啊，不需要钱啊？你过去要500块啊？要啊，可是你每次去的回来就不止500啊，你赚的也不是5块。对，如果你低超过50层后就很赚了，你怎么看都是一堆矿、嗯，它越下面矿矿脉越多。对，他就我看你这个田超级，每10层就会增加，超级不对，超级坑坑巴巴的。真假的？就是、我看还好，我们看对啊，我也是看缺角呀。我看他自己走这边缺角，我看这边都这边这两个没有挖，挖、这个、没有挖，你要重？我看是正常的呢。前几天搭游轮去石潭岛，是石潭吗？还是石环岛？石环岛。哦。还有15个，该走到哪里？为什么鞋子要放在东屿湾？放哪里？池的里面。你知道？放在。鞋子可以煮来吃啊，皮革鞋，他这是踏火哲学，你要吃吗？他应该是煮不烂的，他看火。哎、欸，嘿、欸、嘿，防火鞋也是可以烧掉的哦。嗯，
你给我买了几些种子算了。我要来去找塞巴斯蒂安。哦，玉米好像也是跨季种作物。对，玉米是。嗯。少数的跨季作物。玉米跟小麦都是，你看要不要种一起也可以。矮人什么？我矮人与翻译教程啊。哼，啊，你就可以跟你就可以讲地精语啦。哦，所以我可以跟地精讲话的。你可以跟他买东西。嗯，不然他平常都在领小尾。嗯。所以那地精在哪？在矿洞一楼。矿洞。右边。哦。路敲开了。哦，他右边那个路是地精哦。对。对啊，就是他旁边不是有没有石头堵住？就在那边。从这边开始就是我们玩过的了。对。欸，是一个人有地精语就其他人都有吗？还是你去图书馆读书就有地精语了？读书的吧。啊，那不然你怎么得到地精语的？我是那个好像打宝箱还是那个开敲，好像打宝箱挖到的。捡到书是不是？嗯。那应该大家都有。你是丢在那个博物馆贡献那个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是。不是啊，就是捡到蓝蓝的那个书啊。哦。那书不是捡的，就直接送去博物馆。嗯，然后只是你要他再去读而已。嗯，都懒得去读。有鲷鱼耶！哦，紫色带海灯。大海灯。灯。海参龙。海参龙。海参龙全。海参龙。海猴鱼片。鱼片。吃着捏碎的科学哦，是石环石原岛，石原岛，所以不是石环，对啊，扎扣扎扣斗斗是什么？想要斗什么？斗内啊，斗起来！感谢斗十块钱，内啊，内，斗十块钱内，我才想到樱木花道。这里有硬木啊，哎、啊、要花掉吗？花掉吗？硬木花掉。对了，你为什么玩鸡舍睡觉啦？没有，我去抬那个啦。哦，我以为你说你要睡觉了，然后就跑去鸡舍里面。没有，去踩蛋黄酱。还是你刚其实是真的走错，然后假装不是走错，是去踩蛋黄酱。对，没有啦，做这种事吗？没有啦，没有错啦。你看到我同学，你看到以为是我同学了啦。睫毛，从哦睫毛痛，睫毛痛，睫毛痛。哦，睫毛痛，睫毛痛，睫毛痛。他说哦，睫毛掉了一根。以为是两步并肉一步这样子，然后从那个上面慢慢跑下去，这样子跑。晚安，晚安，睡觉的晚安。你讲这个字我没有学过啊。断垣残壁，你们听过这个成语吗？有。我没有哎、欸。我成语都听过，可是我都不知道字怎么。就是一只那个猴子嘛，就是断掉的，然后只剩下一只手。他的手断。对对对对。只剩一只手。断垣残壁。然后就只能一只手在那边。大概就是这样。对啊，繁星真的没听过，是你们的故事这样子。不是啦，我在看谁抖我啦，冬雨啦。好好好，那你不要睡了。那对啊，你不是要去睡了？抖什么抖？不会抖多一点没有啦。要抖也抖字。对啊，你抖啊。有谁有？你刚开台的时候抖过。有开台都要抖啊。啊，对，你们刚刚抖过了，我没有哦。刚刚抖过我没有。他刚刚超级留言。有啊，超级留言。哎，他们。我刚刚没有抖我。欸、那刚刚是谁？杰克吗？杰克跟小雨。对啊，杰克。哦。冬雨。难过了。对，这是断垣残壁，没错。啊，去卖个鱼。30。哎呦，喷完喷雾，头发那边给鬼咬。哎、欸，我又掉到宝箱哎，要不要卖掉看看呢、啊？那不是什么？他据说可以卖很多钱。对啊，第二个宝箱哎。然呢？杰克、小雨隐约三边200日元，潮流哦。
修车修车，修起来修起来。你不觉得他戴的很像那个幼稚园的帽子吗？对呀、啊，超像。你是多买这个种子哦？对。那干嘛卖掉留着啊？就想说就对呀、啊。要去查故事吗？好啊，如果太长的话就不用了，怕怕被说起一半。好、哦，乖。什么故事？断垣残壁的故事吗？就猴子断掉手啊，剩一只啊。对，我们刚刚不是讲完了吗？对啊，查不到啦那个。对啊，我刚刚已经讲完了。